吾有皇家公主远嫁和亲之奉，皇帝不舍将自己的骨肉远嫁，便任朝中官员之女为义女替公主和亲。太尉之女安陈郡主并非其亲生，和亲之徒半路逃跑，恰逢襄阳城八大名妓接连惨死。当朝中大事遇到民间谋杀，风超群将如何选择？ 都别出声，听话。今儿怎么来早了？这店里的客人还没散呢。今天多了个货物，就先给掌柜的送过来。啊，还是你对我好。 这么大个酒坛子，这里装的什么酒啊？这是印书商陈老爷点名要的酒。整座城里谁不知道陈夫人是出了名的醋坛子，所以这酒得偷着送。哼，陈老爷年纪不小，身体倒挺好啊。既然这醋坛子已经有主了。 今天又有一个人跟我说很帅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帅？臭娘们，酒都让你搞酸了。 在下风超群，襄阳城捕头。姑娘，你说清了。你跑什么？大人，小女子乃是教坊司的丫鬟，因妈妈要卖我，便逃了出来，还请大人放我一条生路。姑娘，外面不安全，我送你回教坊。 既然姑娘信不过我，自谋生路啊！谢大人，没什么异常。哎。 彷徨于未然嘛，你急什么呀？稍安勿躁啊！坐坐坐坐坐，真是大捕头这么着急，是不是？哎，来了，没有人打劫，我瞎编的。这是什么？你的生辰礼物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生辰？ 王天暗告诉我的。啊啊！谢谢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不对呀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生辰的？对啊，我怎么知道他的生辰？嗨，瞧我这记性，芷兰告诉我的。啊，对对对，芷兰。 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
上菜上菜。哎，我都饿了，快上菜上菜。哎，来，芷兰什么时候告诉他的？你甭管什么时候告诉的，你给你就拿着。哎，不要不要，拿个拿着吧。哎，快趁热吃，红烧肉和汤圆，我亲手做的。来，给你。啊，你快吃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是不是和以前味道一样好？以前的味道？我是说，比芷兰的好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公务，告辞。洪老板，谎报打劫是要进衙门的。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放开我！在我这演出过的琵琶女有很多，但你说有颗朱砂痣的应该是教坊司的碧玉。碧玉，名妓羽煞的妹妹。主知府有令，缉拿犯人封超群归案。啊，我也是公务在身。封超群犯了什么罪？杀人罪。今日夜间，教坊女子碧玉暴尸街头，据人证实，就是冯少卿所为。不可能，绝对是你们搞错了。凶器就是你送他的麒麟短刀。哎，别打闹了。这事姑奶奶我管定了。不是你，够了。我跟你们走。峰哥。去找伊莎。好，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王天恨，你等一下。这个盒子的底层是这间客栈的地契，你拿着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跟官府走得近。这些东西拿着一定用得着，峰哥不可能杀人，我要先去教坊司好好查查。你把这些拿着，一定要护他周全。黑白自带公证，这几个东西你留着。王天恨，我知道你俩从小青梅竹马，可是他都记不起你了。高大爷，您喝醉了。高大爷，我什么醉了？一口一锭银子。高大爷，您别这样。什么样啊？赶紧给我喝了。高大爷，高大爷，红姐姐，红姐姐救我！
来一个。这个小妞挺俊俏，我也挺喜欢的。高爷，高爷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小妞还挺倔强，也喜欢。那你就尽兴的玩吧，啊！来，再来一个。红姐姐，她是高家的管家。这种臭男人就应该绝了他的根。来，红姐姐，你这趟来是要我去客栈出演歌舞吗？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姐妹碧玉的。碧玉，她最近可去过什么地方？她昨天就没回来。哦，说是出去上台子去了。怎么？她遇害了。她最近可跟什么人来往？你可看清楚了？看他干什么？从实招来。我没看见。教坊司琵琶女碧玉在水间遇害，胸口上插的就是这把短刀。此乃悦来客栈的洪老板送你的生辰礼物。冯朝雪，你身为堂堂捕头，竟胆敢在本官眼皮底下胡作非为，现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可认罪？属下认罪。不，静，肃静。谁？姐姐莫慌，我不是贼人。出来。为何躲在这里？小女子本是教坊司的丫鬟，因妈妈要卖我，所以逃了出来。经雨煞姑娘指点，说这里的掌柜红姐姐特别侠肝义胆，所以。我就是洪掌柜。姐姐果然是你，求姐姐收留，给小女子一条生路。本官问你，半月前教坊司连续失踪的那些女子是不是也遭你所害？舅老爷，禀大人，风昭寻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，他不会干这种勾当，一定是有人陷害他，请大人明察。啊，不是，你让他自己说。冯超群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事关重大呀，官府之人做这种滥杀无辜之事，必会引起百姓恐慌。日后，官府、朝廷的威信何在呀？好在。凶犯已经缉拿，其余的你们不必多言。姐姐这里有钱，这个钱袋你是如何得到的？是个杀人犯给我的。胡说八道，你是个丫鬟，长得如此白净，手指丰腴也不像做过粗活的样子，说你到底是谁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太尉大人，哎呀，朱知府，好一出挥泪斩马谡啊！冯昭群，你跟了我不少年，办事忠心，且从未欺瞒过我，老夫自然相信你不会做这种事。大人，属下认为，今日的案子与半月前那起失踪案。
被害之人皆为教坊司女子。之前的六名女子都名列八大名妓，而今出事的碧玉只是小小的琴女。那贼人请君入瓮的把戏之所以会实现，那是吃准了我的行动路线。所以你认罪伏法就是要引出那贼人，给他风声已过的假象，要他放松警惕继续作案，你好暗中捉鳖，这样既捕了贼人又洗清了你的冤屈，对吗？太尉大人，真是高见。冯超群，你还查到了什么？我大人，救命之恩属下无意为报。快快请起。那妓女被杀一案你可有何头绪啊？啊，回禀高大人，教坊司女子失踪之案，我怀疑跟富商陈满堂有关。据我所知，这些女子在失踪之前都去过陈府。既然如此，老夫定会催促朱知府去查。当下让老夫心急的是另外一件事，金国前来和亲，圣上舍不得公主，就差人送来密函，封府上义女安臣为郡主，替公主远嫁。不想她到了书房，看到密函，竟然偷偷跑了出去。老夫担心她的安危啊，但又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。老夫的政敌和仇家太多，怕人心不轨啊。大人，可是我身陷命案，寻找郡主之事。方才你说过大恩无以为报，如今老夫只是求你找人，有这么难吗？大人，您误会我的意思了。可陈满堂的案子现在才开了个头，教坊司却又死了一个女子。多事要分轻重缓急，当务之急是找回郡主。好吧。给教坊司的人前来府上演出，为金国使臣和义父表演歌舞助兴。我本想混入他们当中离开，却在走的时候遇到了雨煞姐姐。姐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姐姐，我想逃出高府。雨煞姐姐把衣服给了我。没想到你竟然是高太尉的女儿。爹爹定会派人来抓我回去，还请姐姐一定要收留我。客栈这种地方人多眼杂，我也不好收留你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安顿下来。谢谢姐姐。姐姐接一下。啊，啊，哦，活该。牡丹，我这不是为你安全啊。
哎，我有事找你。舅老爷让我顶风长裙的缺，今早巡视的时候，小商贩送我的。我觉得你模样一定特别好看。风长裙还在牢里待着，你倒有功夫想这些？这是他自己承认的。不是，我到底哪点比不上他？我喜欢的是真英雄，不是处处占小便宜的小人。 峰哥，你回来了，快这边说。大人，如何？昨夜城门紧闭，没有任何人出入。 小姐应该还在城内。哦，下去。那琵琶女你杀的，哼，一个琴女而已。我那些事不用你管。站住！风超群办案的嗅觉可比狗还灵。就算是一匹狼。 我也舍命跟他斗。我杀我的，他杀他的，就算是清败露。等我杀满了八大名妓，也有那几个臭老娘们垫背，我也够本。不像的东西！我就你这一个儿子。风昭君现在办案，已经查到陈满堂身上，再继续下去，你藏得住吗？杀一个琴女，诬陷到他头上。 这既是障眼法，又可以阻止他的办案，让他为我们高家所用，何必多此一举？不直接杀了他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何本事。不要胡来！记住老夫的话，驯养一匹狼，比杀死一匹狼有用得多。 两件事。 第一件事，陷害我的贼人一定以为我被捕入狱，定会再次行动。你们两个不仅要配合我的行动，还要隐秘我的行踪。所以，近期我就住在这儿了。哎，你们住这儿啊？这不有厢房吗？正好还可以保护母的安全。不是只杀教坊女子吗？注意点好。 那第二件事是，高太尉的千金安辰郡主前段时间失踪，只是不便声张，所以高太尉命我秘密寻找。你们两个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天恨，你作为捕快方便行事，而这家客栈人流量大，牡丹你也帮我盯着点。 这姑娘挺近，哎，比起我们家牡丹差远着呢。什么声音？啊，耗子，就是些耗子。嗯，哎，你忘了老鼠家有多疼了？你去哪儿？钓鱼。 风大人，你可终于来了！我们教坊司八大名妓当中，已经有七个人失踪了。啊，你就让那个贼人继续作案吗？那下一个目标一定就是我。姑娘放心，会有人时刻陪着你。我风超群也在暗中保护你。碧玉是我妹妹，为她报仇是我心之所向。只是为了我的安全，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。 刘妈妈答应我，为了防那贼人，近期是不会让我出去接台子的。
方捕头。哟，我说方捕头啊，楼下有很多客人正等着我们这些姑娘呢，他可没工夫陪你在这聊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教房司有没有一名脖颈处有烫伤的丫鬟，最近还跑出去了？不知道。我们教房司确实没有跑过丫鬟。雨山，赶紧去换衣服，一会儿要接待客人呢。今晚那陈老爷的客你一定要接，他可是出了双倍的定金。陈老爷，你说的可是印书的陈满堂？不是他还会有谁呀、啊、在这襄阳城里除了他，谁有这么阔气啊？妈妈，不是说好了不去上台子了吗？官府那边来消息说是凶手已经捉拿归案，你就别害怕了。再说了，你是我们教房司的姑娘，去不去可由不得你。请吧。这个酒窖里有不少闲置的藏酒处，门锁的钥匙只有这一把在我这里，所以你放心，不会有人猜到你在这里。姐姐，这房好冷啊。是比不上太尉府的豪华安室。我听说太尉府有很多宝物，不过只是道听途说，你知道吗？不曾见过什么宝物。堂堂太尉府总该有些镇宅之宝，比如如意什么的。这么一说，哦，我曾在爹爹的书房见过一柄如意，像是翡翠。真的吗？它在哪儿？我也只是在爹的书房见过一次。红姐姐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好奇罢了。哦，鱼要上钩了。哎，接下去该怎么办啊？热的，吃吗？我问你该怎么办。哎，吃你的吧。郡主的事儿有眉目了吗？还没有。这茫茫人海怎么找啊？要我说啊，郡主早就出城了，找也是白找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王天恨，你好了没？我进来了。啊！我不干了，不干。行了，想不想破案了？破案也不一定非得装娘们儿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抓住了凶手，你就是最棒的。那我要是英雄，你可得赐我香吻一枚。想什么呢你？行了行了，小点东西。啊，我刚才吃了一个。哎呀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能不能快一点啊？陈老爷他们已经在楼下等你了。
玉煞姑娘一个人就行了，府上有的是侍女伺候。风捕头这样安排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再说了，最近死了好多姑娘，昨天又死了一个，搞得我们人心惶惶的。走。哎，菜送到后面那边去。哎呀，我是你们高管家的相好。我有军书吗？随意啊。如此，这也就是平常歌舞。你又要搞什么花样啊？精彩的好戏，自然要放到最后。等等，再舞一曲。有客人，还没看够呢。好戏。要开始了。冯昭寻，药喝了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副方子，也不知道少爷到底得了什么病。小点声，我也不知道。每次提到少爷这病，老爷的脸色总是不好看。别闲聊了，好干活。新来的啊，站过来。好好干啊。好好干啊，说你呢，别闲聊了。
属下所说句句属实，实在是抓凶心切，才暗装复宅。属下是想暗中保护雨煞姑娘。你找到郡主了？还没有。讨你个冯超群！本相交你的事，为何不即刻去做？相爷息怒。属下已命人暗中寻找，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。现在城中已有六名女子生死未卜，第七名女子离奇死亡。属下想尽快找到凶手，还襄阳城一个安宁，也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怎么，你的意思凶犯就在这陈府？属下怀疑陈满堂就是凶手。我们家老爷前些天就去京都做生意了，怎么可能是凶手？陈老爷与我是世交，你自可不必作查。老夫今日前来是要拿去送往朝中的印木，陈夫人留我在此饮酒观舞，不想好好的雅兴却被你给搅了。这些教坊女子死了就死了，你还是尽快把郡主给我找回来。那可是七条人命啊，用不着你告诉我。本相问你，是郡主重要还是舞女重要？是和亲不成殃及百姓重要，还是你封超群清白重要？今日擅闯私宅一事，我不再追究，限你两日之内找回郡主，不然，哼，你可是身背命案的。楚伯伯，红木啊，每年清明我都会来。家仇未报，无颜面对父亲。太尉府中防备森严，就算睡觉，周边也有侍从把守。你区区一个弱女子，怎能赢他？以我所见，还是从长计议。我有办法。你怎么把它偷出来的？朱伯伯，这如意本就是我传家之宝，惨遭灭门之祸时便得贱人所贪，如今物归原主，又怎能说是偷？现在报仇时机已到，这如意带在身上怕是不妥，又不知安置在何处，还请朱伯伯代为保管。不，不不不，这东西太过贵重了，高太尉要是知道在我手中，可就……不会有人知道的，朱伯伯，你可是家父最信得过的朋友。当年高守仁屠杀异党，我曾劝令尊暂且安顺，再做打算。但他一身傲骨，不愿苟同，才遭此大祸。哎，说来真是惭愧啊。这如意放在这里，你尚可安心，日后老夫定会归还。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杀了那老贼，在那之前
也让他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事难不成就这么算了？若是找不到郡主，金国和亲不成，向朝廷开战。到那时，形势可真是不妙啊！恐怕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对了，峰哥，峰哥，你懂医术，快帮我看看这药是治什么病的。双花，黄柏，泽泻，覆盆子，这是治疗肾气不固的方子。哦，就是男女之间行不了鱼水之欢。哎，不是，谁给你的？这是？你紧张什么？高府的仆人给他们家少爷抓药，路过我这听戏，落了一包。他的事不要管，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寻找郡主。碧玉死的那晚，我有幸见过他一面，我还以为他是教坊司丫鬟逃出来的。哎，我觉得襄阳城这么大，就凭咱们三个人，未免有点儿……牡丹，有件事需要你单独帮忙。哎，不是，你别累着我家牡丹，有事跟我说，我帮你。你说帮什么忙？沐浴。什么？这叫哪门子帮忙啊？你这不是占人便宜吗？你那晚我无意中挑落了郡主的披帛，看到她脖颈处有一块很大的烫伤，所以我想请你去甜水巷洗澡的时候帮忙看一下那边的女孩子。一个郡主从小有人照看，又锦衣玉食的，怎么会被烫伤呢？我还炖着汤呢，我去看看，别糊了啊。现在当务之急是真的要找到郡主。雨煞那边呢，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但凡出了教坊司就通知我们。哎，你不觉得牡丹最近有点儿？这是害了相思病，你又不搭理人家。我是觉得他知道些什么。哎，这陈老爷真是太客气了，这雨煞姑娘啊，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福分。老爷特地吩咐，今日就要雨煞姑娘一人前往，怕坏了兴致。好好好，明白明白。走好啊。哎，你爹对你好吗？嗯，爹从来没有打过我。这么狠心送你去和亲，就跟你不是他亲生的一样。红姐姐，我确实是被收养的啊。不过等一下，还没有说好。不过爹从小就特别疼我，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，我也把他当亲生父亲一样。那你可曾想过去找你的亲生父母？我是个孤儿，爹娘不要我了，把我放到高家大门口，
怎么会？他们怎么会丢下你？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红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红姐姐，红姐姐，红姐姐，你开门呢？红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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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开门呢？红姐姐，红姐姐，红姐姐，你开门呢？红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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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开门呢？红姐姐，你开门呢？红姐姐，红姐姐，红姐姐，红姐姐。怎么了？说，这，哎，你说，疼，啊？哼，书中所写非你风超寻的名字，但外面的百姓都在议论此事，纷纷传阅此书，说我府衙之内，刑不上大夫，法不安百姓。据说，那个茶馆的说书人，都在说什么？真英雄就是那官府中官官相护，至今不得发案。风超寻，外面百姓慌慌，真凶又未俘获，就算有人作保，不拿你，恐日后不能服众。大人，这女人的死，确实有人陷害于我。可女子的致命伤，确实是你风超寻所致。舅老爷，嗯，知府大人，你得明察呀。来人，在，把风超寻带去审问。是。哼。朱知府有令，押犯人冯超群归案。来来看，哎，哥几个，我跟你们说一个特邪性的案子。昨晚有一女的，因为自己太丑了，刚嫁过去就给休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啊，连捅自己39刀啊！我的天哪，那得有多丑啊？是不是？不会比你媳妇还丑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得，这回我可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。嗯，雨煞，陈老爷要是留你，就陪他尽兴，明儿再回来啊。妈妈放心，您别忘了喝我炖的排骨汤。哎，雨煞，雨煞，哎呀，哎，能不能快点啊，被发现就完了。你找什么呢？那天夜色昏暗，我并没有看清伤口，但是今天朱知府告知我说是致命伤，这倒提醒了我，伤在这儿怎么可能突然暴毙，所以我怀疑杀死这名女子的凶器并非麒麟短刀。那是什么呀？有肿胀。不对呀，天恨，
就算你喊，也不会有人听到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是不是你害的？不是，可惜呀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乖，越挣扎就越痛苦。乖，听话。小兄弟，最近何人来买过这种东西？来我店里买针灸针的人多了，我怎么记得？谁来买过？问你话呢，好好想想。哎，小兄弟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麻烦你好好想想，究竟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？有个送酒的人来过，没买全套，专选了大头针，说是给他家里拉车的牛治病。平时戴着围巾，挺奇怪的一人。围巾？走去找牡丹，送酒的人他都认识。你们这些女人从来都不知道守规矩，都该死。牡丹，牡丹，牡丹。天恩，别喊了，今日歇业。不是，他能去哪儿啊？哎，要不咱去找一下高太尉。哎，不行，我现在欠高太尉一个人情，更何况安辰公主还没有找到，我有什么颜面去找他？不是他，刘妈妈，风大人，风大人，哎呀，总算找着你了。哎呦，犬子年轻气盛，听闻有这等不平之事，才散布着谣言，为此给朱大人带来诸多不便，望朱大人海涵呢。再者，冯超群这边还望朱大人高抬贵手。不是属下不放冯超群，只是这襄阳城里人言可畏，若放了这冯超群，恐怕百姓这边又要再起怨言了。难不成一个堂堂知府还怕这帮平头百姓不成？朱大人，听说进京入职的人选马上就要敲定了，你看这这乃明前新茶，请朱大人尝尝。朱大人，好好考虑考虑。既然高太尉发话，卑职哪有不从的道理啊？哎！
你确定是陈府的人把雨莎姑娘接走的？我不会弄错的。那你是又怎么确定雨莎姑娘遭遇不测的呢？我们教坊司的姑娘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做饭。风捕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陈夫人，请问教坊司的雨莎姑娘在何处啊？不知雨莎姑娘是哪位？少装蒜，就是昨天在这里跳舞的那个雨莎姑娘。我怎么知道？教坊的姑娘不去教坊找，何意？这是陈府上的仆人把雨莎姑娘接走的，说是陈老爷要待客助兴。风捕头，我昨天也说了，我家老爷去了京，难道还见了鬼不成？你们一定要在我府上寻找的话，那请劳烦告知我是哪位家仆，本夫人一定把他找来，好好审问。你，天恨，走。车轴。哎，我累了，走不动了。哎，襄阳城这么大，上哪儿找去啊？马车的车轴冲北，马车的精料里有木絮。这种精料只有城北的富豪家的马吃得起。城北那么多人家，咱不是大海捞针吗？大海捞针也得捞。站住！转过来。把头抬起来。大人，小人只是买根给牛治病的针灸针，实在不知道为何抓我回来。大人，今日我在验尸房女尸身上找到这枚钢针，此钢针刺中之位置，正是可以导致人体躯干部分麻痹的潭中穴。这贼人，定是先封住了碧玉姑娘的潭中穴，导致其不能行动，再设计加害于她。碧玉的死确实与我无关，教坊司的刘妈妈也可以证明，之前是这个人带走雨莎姑娘。冯超群所言属实，确实如此，求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这只是你一面之词，大人，这是他们二人串通好诬陷于我的。肃静，本官自会定夺。来人，在。将这送酒人押下去，智慧仵作重新验之后再另行裁断。把刘妈妈带下去，带去建筑房。
冯昭君呐，等这案子破了，你可算是又立了大功啊！本官要好好重赏你。谢大人。当官别忘了我。行了。冯昭君。 你可知，你抓的是谁的儿子吗？与吾二人本性为虎，于脖颈处的伤痕。 乃是童年在吹房嬉闹所致，因于护我而遭沸水浇烫。16年前因政见不合，洪家惨遭高寿人的奸贼灭门，但于被那奸人所掳，如今认贼作父，告贼与贾余和亲之事与金国相好，反攻大宋，故于今日欲杀高贼复家仇、国仇。 谁在隔壁？谁在里面？救命！雨莎姐姐，雨莎姐姐，我是安晨，你别急，我想办法救你出来。呸！只恨没有杀了你这个老贼。来人，上家玩。 再问你一次，老夫的翡翠玉如意在哪儿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丧女，恬不知耻！这玉如意本是我洪家的东西，什么时候成了你的？要不是老天爷不开眼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游行。 雨莎姑娘现在何处？告诉你也没用，都已经死了。那八名女子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杀她们？管得着吗？取乐如何？那是因为，你有报复的快感。有一名叫做崔雪薇的女子，你可还记得吧？高敏。 3年前你中意教坊司女子崔雪薇，甚至不顾高太尉的反对，替她赎身，然后纳为妾。之后怀了你的孩子，但是在生产完之后，你却把她给杀了。因为那根本不是你的孩子，你根本行不了房事。崔雪薇厌恶你的疤痕，更不能忍受独守空房，所以。 生了别人的孩子，够了！你逃脱了刑法的制裁，但你觉得你受到了侮辱，你就将你内心所有的痛苦转嫁于教坊司女子的身上，以此来得到报复的快感。闭嘴！就是要杀了他们，杀了那些婊子！雨莎在哪儿？不知道。你杀了他？ 我何时说我杀过他？为什么？
没有找到雨莎，也没有找到能证明他去教坊司接人的证人。可是刘妈妈，刘妈妈是个老鸨，舅老爷说老鸨的话不可信。再说他是高太尉的儿子，就算我们知道他犯了罪，那又怎么办？就算是当今圣上的儿子，也得伏法。哎，先找红牡丹。大人，令郎从牢狱中放出来了。嗯。高太尉，大人息怒。这女子再用刑，恐怕挨不过去，咱们也就什么也都问不出来了。看看如何。大人，他已晕死过去。天亮了，带出去即刻问斩。哎，这女子要是死了，大人的玉如意可就……就算不要那柄玉如意，也要将红牡丹斩草除根。别想做什么手脚。早些年你跟洪家可是同党至交，我可是知道的。哎，下官不敢。哼。红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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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囚犯红木刺杀太尉，即刻斩首！囚犯红木刺杀太尉，即刻斩首！你到底动不动手？再等等，当初在悦来客栈逮捕你的时候，红姐为了救你，连客栈地契都拿了出来。可是你现在，你不救我去？等我俩抓起来，用不着你。哎，你不能去冒这个险，青梅竹马呢，你好自为之。走。哎，啊！保护囚犯。哎，啊！哎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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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哈，
剑师柱！我现在是大英雄了吗？风哥，快去救我妹妹！你妹妹？快去！你们快去，这里有我！快去！剑师柱，走！阿芝妹妹，你快走，这里危险！姐姐，你别怕，我能从太尉府出来，也是靠着开锁的本事。雨莎姐姐，陈妹妹，臭婊子！陈妹妹，你快走，快走！救命啊！姐姐，你放了他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雨莎姐姐！怎么会这样？这个地方我们来过。不会啊，就这条路啊，绝对不会错的。你带路。走。郡主，你找块石头，画个记号。好。就在前面了。太好了，姐夫，你别瞎叫。我们快出去吧，朱知府在等我们呢。小心！风哥，你没事吧？哥哥不见了。你们就等死吧！出口不见了。先别管了，出去要紧。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。我好渴啊。别说话，保存体力。嗯。来，坐吧。
这是你给安辰的钱袋，还给你。来世，我可不想欠你什么了。牡丹，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。你值得。我问你，如果没有芷兰，你会不会跟我在一起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姐姐，芷兰是谁啊？你问他。姐姐，我去找找附近有没有水。你说的可不是小事啊，高手人是太尉，带兵硬闯太尉府，我看还是向郭刺史禀报一下。你刚才笑什么？笑你太精明，为我还抵押了客栈。我也不怕你笑话，不能生与你同居，能死与你同穴，也算老天对我的恩赐了。哎，舅老爷，我求你了，等你商量好了，风哥牡丹就没命了。风哥，如果能永远在这里就好了。姐姐，我找到水了。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呢？啊，我说能赶紧出去就好了。你这丫头，顺风耳啊。我哎，等等，风，空的。回去吧，舅老爷求你将这叛臣拿下。是。你敢造反不成？要造反的可是你高太尉。冯昭君，你敢背叛我？当初我该杀了你，现在后悔晚了。
我的儿啊！哎，陈满堂回来怎么办啊？根本没有什么陈满堂，这只是高家为了垄断印务，独吞黑钱所捏造。高守仁护子心切，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，故意将杀人的罪名安到我的头上。陈夫人只是一个障眼法，让我们误以为陈满堂真的存在。一派胡言！碧玉死的那天晚上，栽赃嫁祸给我的黑衣人也是你高大人。你利用王天恨了解捕快巡逻的时间和地点，你肩上受的伤就是你我二人打斗所造成的。想不到老夫竟让自己养的恶狼给咬了。安晨，姐姐，峰哥，求你放了安晨吧。安晨杀人，林受审。凤昭君，你也太无情了。朱伯伯，好了好了，安晨是杀了高弥，可也检举了高守仁，防止了大宋遭外敌的祸害。你随我去趟大理寺，那边自会给安晨一个公正的说法。朝廷这回定会严惩这贼人叛国投敌之罪，令尊的仇也都可以报了。姐姐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别给他倒。嗨，还是因为安晨的事儿，别理他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女人都是小心眼儿，过两天就好了。说什么呢？姑奶奶，我夸你呢。哟，郑老爷，就等您入席了。朱伯伯，我妹妹她……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和大理寺关照过了，一年的劳役期满，自会回来和你团聚。安晨在那边吃不了亏。红木啊，衙门里缺人手，愿不愿意到伯伯这里当捕快啊？哎，我可以教你啊。谁让你教？谢谢朱伯伯。此番前来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冯超群。冯超群接旨。上谕襄阳府捕头冯超群破案有功，户主名脱离险境，保疆土不受所害，忠君爱国，功勋卓著，卓即升为大内营捕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我在襄阳城内的使命就算结束了。我朱某人无愧于百姓，无愧于祖上。大人，您这是？圣上有令，命我去绍兴府任刺史。舅老爷，你这是升官发财去啊？咱们有缘，绍兴再会。啊，嗯，啊，冯超群，牡丹就交给你了。嗯，啊。那老夫就告辞了。告辞。